HM 是什么牌子？HM 是 Herrenius Maritis AB 的简称，由 Arely Parents 于1947年在瑞典创立，主要经营销售服装和化妆品。 HM 的发展惊人，拥有超过3000家专卖店，足迹遍布在28个国家，德国是它最大的市场，其次是瑞典和英国。 HM 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，公司重要的部门职能如设计采购部、金融部、财务部、发展部、展示设计部、广告部、公关部、人事部、物流部、 IT 与客户服务部都设在总部。同时公司在全球设有15个办事处、22个生产办公室，负责大约700个供应商进行沟通。在这个22个生产办公室中，9个在欧洲，11个在亚洲，1个在中美洲，1个在非洲。服装行业是一个松散的行业，在每个市场 ，HM 都会面对来自国际与本地零售商、独立商店以及百货商店之间的竞争。对此，公司会密切注意竞争对手的一举一动，尤其是价格的调整。但更重要的是 ，HM 更关注于自己内部的运作，竭力使自己的产品成为当地消费者的最爱。